快点！哎呀，华哥现在有钱呢，烧烤店都开起来，等一下好好表现哦。华哥，华哥，谁呀、啊？谁那么大声？那是谁呀、啊？我在忙着呢，你没我有空啊？真是的，看清楚我是谁。哟，四年不见了，你怎么长得这么黑呢？那还不是遗传你？遗传我不黑呀、啊、我啊，你有多白呀、啊？以前那么苗条，现在这是什么情况啊？这个这什么情况？我怀了你的孩子啊！什么时候怀上的呀、啊？四年前呐、啊，你跟我微信的时候拨了我一下，就把我肚子拨大了。怎么可能？我在微信那里拨一下就把那腿拨成这样去？那这几件是什么情况、啊？这几件呢、啊？这几件呢、啊？这几件是，我先把你还没拨之前，我就把它。跟你交往的时候，我都说啊，他有个老爸，我就先把他们生出来先了。你一胎生三个啊？对呀、啊，三胞胎呀、啊。是开玩笑的，不是在讹我吗？这不行的，你没有男人要了，你过来讹我的，你该找谁谁去吧，都不是我的。我不管，喊爸爸，爸爸！不能乱叫，不能乱叫啊！走吧。哎呀，你去哪里来过呀？赶快回来去。干嘛？那你现在不是老光棍呢？我老光棍，我连光棍了，就这么多件，真是的。哎呀，不用出力，又有三个宝宝，三个女儿，还有一个外带一个，有四个，你都划算了，不用出力。对哦。是不是？三个女儿，三个银行啊，到时候我不用努力喽，那也是好事。那肚里这个是女儿还是男的啊？那我现在我给掐指一算，还是个男宝。难保这个是赔钱货啊，这难保啊！什么赔钱货？到时候建房子给他娶老婆，给他不赔钱货呗，真是的。哎呀！怕那个，到时候这把他们三个嫁出去了，再给一点钱，那不就有了吗？哎呀，这样子也是好事啊。那以后还有没得生啊你啊？关键呢、啊？没得生了，最后生一个就不生了。生完这个就不生了？对呀、啊。那不生就好了。哎，没得生了？没有了。那没有一个是我的啊？哎呀，都白帮你们养啊！这三个都是啊，四个不是我自己亲骨肉啊，这样子也不行的、啊。哎呀，我会炒我的菜吧，这人是。哎呀，我跟你讲哦，你得认账，不认账你得认，坐下来，没关子。哎呀，白帮人过来还叫我认账，我哪有这样子的？就开玩笑的，这赶紧去干活。哎呀，就要养我们呐、啊，赶紧干活去。不知道就是、哎、就是赚了还是亏了，就是烧点烤给你。难过，哎呀，真是炒菜吧，炒点菜。